干嘛走那么奇葩的路线来这里了？明明可以直飞，还要飞去马祖再搭船。就很久没有自己一个人到处乱逛了，反正有小三通，我就顺便看看风景啊。干嘛？你还想再艳遇一次啊？什么啦？是你找我过来帮你的。好啦，虽然说我来这里没有很久，但我最近有认识一些不错的女生，到时候我不要说我没有帮你，我可以再帮你安排相亲。谢谢，现在不需要，请你带路。走吧，搭车，自己冲。刚搬进来没有多久，大部分都是房东准备的，你就将就一下吧。好的，你睡这里 ，OK 吗？好。这里很棒哎，租金多少？没有台北贵。你累不累？不累的话，我先带你去看我们未来的店，再去吃晚餐。好。走。走。漂亮吧？比网络上漂亮。哦，未来的店在这附近吗？这样子里，走吧。喂？你不回我就算了，现在接了电话还要敷衍我。我只是礼貌性的告诉你我不在。分手了不能当朋友吗？我们一定要这么难看吗？这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OK， 我听懂了。喂，他还有点难要求你做事哦。我原本只是想跟他说我不在啊。先生，该劝的我都劝了，你也分手了，我也陪你哭过了，这出戏你到底想重演几次啊？你为什么想邀请我过来？因为你来过这，对这里比较熟悉。你又说你会点福州话，干嘛现在才问？就我没有同情你，别太自以为是。我只是觉得我们大学一起合作过，对彼此比较合得来，一起创业一定也不会有太大的矛盾。哦，到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懂你在干嘛。我跟你说了嘛，这里呢是一个鼓励两岸青年交流的基地，你看看。然后呢，我透过了一个补助计划，争取到了一个名额，这样子呢，我就能开一个跟两岸有点交流。我知道，我知道，你已经说过了。这个呢，就是利用塑料再回生做成的盘子跟杯垫。计划书，你看计划书。Okay. 所以你在做什么？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懂。算了，我们先去烟台山吃晚餐，边吃边聊好了。好，走吧。我来整理一下你想做的啊，你想在这里推广再生塑料的概念，然后结合台湾人设计的文创产品，顺便教育福州人怎么在绿化同时把垃圾变黄金。然后你还想合并更多台湾人的东西，例如真奶来吸引更多人，所以才会有饮料菜单的部分。啊，我都要送了，为什么不卖嘞？不是啊，你又不是饮料店，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而且现有台湾品牌不是更好吗？那你为什么没喝完？你是有给我时间喝啊。然后你还要我用福州话跟当地人解释你在干嘛，但你自己也不太清楚你在干嘛。而且要讲福州话，干嘛不找福州人就好？好，算了，没关系。生意上的细节呢，我们工作的时候再谈。现在更重要的是，前面有人在等你。什么意思？他刚下班，穿着上班的衣服，应该蛮好认的。这是他喜欢喝的东西，记得给他。
等一下，我不是跟你说我现在想自己一个人吗？啊，又没有叫你们在一起，交个朋友而已啊，啰里吧嗦的，走啦，拜拜。喂，你有没有把位置发给我？我发给你。喂，你要介绍女生，该不会叫谢文玲吧？对啊，你见到了吗？她就是古时住的那个女生啦。真的假的？不会吧，那么巧、我不能见她，很尴尬哎。搞不好人家不记得你啦，而且你跟以前又长得那么不一样。把家里的地址传给我了，我要回家了。你想毁了我和她的关系吗？你至少进去打个招呼吧，不然我不会给你地址。拜拜。你好，你好，你是思华的朋友吗？对。哦，这是思华要给你的。你好，请问是今天入住的客人吗？对。好，里面请。好。辛苦了，欢迎来到古石村。谢谢。我叫 Kevin。蜂蜜，我想喝很久了，谢谢。那我们走。我们要不先点个餐？扫码。哦，好。点好了吗？哦，点好了，点好了。今天刚到福州吗？啊，对。不累吗？刚刚到就被思华拉过来相亲。从马祖过来，还好了，还好。哎，我去过古石村，之前有遇到一位台湾男生跟我说，那里跟马祖很像。我知道。思华先跟我说你跟那个男生的经历，对。哦。思华太认真了，我当时只是随口跟他说一下我跟那个男生的经历不太好，然后他就一定要把他的好兄弟介绍给我，这不你一上岸就被拉过来了。那男生怎么不好了？也不是说非常不好吧，就是可能当时我们年龄都太小了。尴尬过去就不说了，不说了，说说你吧。怎么会来福州呢？就是为什么会离开家，总得有个契机吧。谢谢。是不是不太方便说？不会。简单来说，我想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就这几年，我都一厢情愿的。觉得我跟我前任能走到最后，也觉得我们是彼此的唯一。但后来我发现，我只是他选择之一而已。哦，你被绿了是吗？我找回我自己的价值。好啦，餐快凉，要不我们先吃一下？好，赶快吃，赶快吃。喂，哎，快说，我刚刚说是老板打过来的。哎，如何？还不错啊，但就是好像比较安静吧。哦，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都是因为他前任的关系，才让他现在那么没有自信。那他怎么决定走出来的？不知道哎，这个你就得自己问他了。
哎，对了，那你觉得他和你在古时城认识的那个台湾男生，对比起来怎么样？哎，很不一样啊。哎，但你还真别说，就我刚刚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林泰有点像他。但是吧，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气场太不一样。嗯，不可能是，不可能是。等雨小一点，我再带你出去逛一逛。好啊。卤肉饭或是，哎，你们福州有什么？啊，福州鱼丸来了，一二三，卤肉饭。你这游戏也太无聊了吧？那 F 四或小虎队？我没那么老啦，当然是 F 四啦。好，那这样的话，道明寺或花泽类，一二三，花泽类。我去，你的造型不会太雪中渔民吧？有这么像吗？走吗？不累的话，带你去附近逛一下。好啊，那你呢？你不累吗？我穿的太明显了，是不是？都怪丝滑了，太临时的。没事没事，我来吧。好，谢谢。怎么突然下雨了？福州这个季节雨是会加一阵一阵的。啊，你看那边，因为夜景很好看吧？还不错，是吧？所以，那个台湾男生对你怎么了？哎呀，他其实一开始也是非常好，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好像不是在为自己而活，我怕他后面会变得越来越黏我，甚至成为负担，所以当时我就先把他推开了。哎，这么尴尬话题不说了，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说出两个选项，然后我们同时一起喊出来，好吗？好。来哦。嗯。珍珠还是波霸？一二三，波霸。珍珠。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不一样了，它波霸其实是木薯。哎 ，sorry， 老板电话。喂，老板。阿克里啊。哦，수고요언니가원대야언디나우도시만주기철야언디나디나응어응니디나우카냐어시구네언니가원대야뭐철야뭐주리란딩웨라어알라알라我划过了，你修了哈。好好，알라알라알라嗯。谢了。可以可以啦。啊，你可以来过福州啊？因为我那里有些福州人，肯为一些更诶，我也敢想啊。我是想说，我再遇到他的话，我希望能更快的了解他，还有他的家乡。你看，那里就是台湾，很近吧？哇，真的好近哦。为什么会来这里打工？就想离开台湾啊。离开是想离开还是逃离？不是差不多吗？有差啊。离开是为了迎接新的未来，但是逃离的话是不想面对过去。感谢你今天带我逛古时村，我一个福州人都没有来过，结果让你一个台湾人带我到处逛。
不会啦，太客气了。道明寺或花泽类，一二三，花泽类。当时雨也跟今天一样大。Kevin， 我去年做的激光。不是，你现在整个人的感觉，所以你一直知道是我。嗯，但思华跟我介绍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你，不过。我一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是你了。等一下，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就离开。等一下，对了，我决定今晚就先不住这了，我等我收拾一下行李，我就先离开。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不会不会，因为我也是想迎接自己新的开始。那要我送你吗？不用了，我等会回去收拾下行李，我就离开了。好。没用的，死灵巧了，害我吐那么多东西。真的是有用。喂，思华。嘿，怎么样？还好吗？你有空吗？一起喝一杯。怎么了吗？太丢脸了吧！我当着他的面我说他是个负担，所以才推开他的。还好啦，不会啦。他整晚都挺好的，跟之前一样，但是那个气场就完全不一样。少了一点负能量。也不是，我之前看过他们的对话，我就想，如果我继续再这样下去，我怕我成为下一个他寻找精神寄托女生，我不想那样子。思华说你去大陆打工换宿，你不吭一声就走是想干嘛啊？你劈腿，好歹给我喘息空间吧。你不是说要一起努力吗？你不在，难道是要我叫别人来载我吗？什么意思啊你？你才什么意思？都不用先报备一下的吗？走啊，我带你去看马祖。好。他和他前任一直断断续续的，他为了他真的整个人都变得不像自己了，就连他现在这个造型也是因为他前任说看腻了。哦，那他现在跟那个女的分了，我也叫他不要再联系我了。哦呦，怎么突然下雨？那天你听到的，其实是我前任第一次劈腿之后打给我。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不会回去面对我和前任的问题。虽然花的时间比想象中还久，但我还是撑过了。当时我刚刚结束一段让我非常难受的关系，但是我只想照顾好我自己。对不起，当时说你是个负担。没事，都过去了，而且也算是你帮了我一把。但是你现在变得很不一样。长相？气场。你不喜欢吗？不会，
就是变得更成熟了。你离开后不久，我也回到台北了，然后跟我前任复合，一直分分合合，到后来我忽然懂了。那你最后是怎么决定离开的？当你某天感受不到快乐的时候，这个决定就简单很多了。我有没有说我为什么会经过古时村？当时我父母逼着我跟男朋友结婚，有一天我突然间感觉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我是为了家人，为了男友，为了男友的家人。有一天我突然间就想通了，我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把我的想法，我接下来打算都跟大家说了一下，然后我就离开了。你有希望在旅途中获得什么吗？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吧。这雨婷哎。是雨婷了。道明寺花泽类，一二三，花泽类、啊。对不起，我说错了，我是道明寺。再来哦，两位帮我绕去走半步，好，去绕退半步，快点。我知道。嗯。你是来自吗？快点飙我脸上哦。他本来在他耳朵，我刚刚看到他耳朵，他直接钻到鼻孔里。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我觉得痒痒。然后走，苍蝇吧，苍蝇。我也知道。超级特。去。来，好像没有。这边明明可以直飞，还要搭飞机，然后再搭船过来。对不起。对不起。哎，你室内不用撑伞啊！哈哈哈哈哈！快点，我前面出了三个蓝后。第一句就是，我觉得。哦，我知道了，没关系，我们再特写。好。行。我烫。